非公用财产可以依据国有财产法第四十二条出租，第十四条让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认为我们国家的森林一平方公尺价值多少钱？无价，哈，总是要开个价。我们有一个叫公道地价嘛。你认为一个原始森林一平方公尺多少钱？你开个价好了。啊，一千万。老师，你觉得呢？一平方公尺的森林价值多少钱？